走就可以杀了，就是 A A W A Q 开始。First blood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不明白鳄鱼这个版本上单什么地位？电灭进去，得再来一波。你也帮我，我兵线卡住了，兄弟。卡兵线了。推线，打兵，帮我打兵，兄弟。给运营起来了。运营起来。帮队友解线。危险！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他装逼就打吧，他没闪，他没闪现，能给他打波回城不？我把兵线推进来给他越了，我马上推线，别急。还能来杀，伤害很高吧？你玩这种大师分段啊，你一定要是告诉队友怎么玩，你不告诉他，他不给你推线的，懂吗？你玩这种分段就是亏啊，你一个助攻怎么可能亏？地面塔也死了，大赚。这个就很完美。就是分段越低，越得教他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分段高了，大家都走。回家补状态。你打排位的话，就得教他。注意危险。你不教他，他不会玩。那我们靠先走。哎，往后一拉，给他盹儿，反手大招。我这波可以双杀的，跟我一样经济，还赚钱。没用，我刚才失误了，再来就一打二了，再来就一打二。注意危险！我先秒人。谁都秒注意危险。这波小龙的话需要我吗？但是我去的话一塔就没了，武器直接就拿我一塔，需要我吗？那我不去了。上当，对面我在路上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手游职业比赛鳄鱼非完必选了吧，兄弟？现在能感觉到了吧？开大你也打不过我，算你有点燃，算你有点燃，有点燃你也打不过。
海妖杀手破败鳄鱼的话，底线强度是拉满的，而且他很肉，他很肉，他怎么出光？飞切出完之后直接血走，然后接下来的满甲配合上一个蓝盾的中高，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我来了，我有大，随便开，随便开，开到就炸。死亡大鳄摇，杀了，都闪开，都别让我，不要妨碍我装逼。OK， 不杀。鳄鱼是版本强，为什么版本强？因为现在上单英雄都被削了一轮，上单英雄都被削了一轮，然后鳄鱼就是越加强。Allies slain. Shut down. 我操！哎呦我操，往哪儿炸呢兄弟？别怕别怕，哎呦你看放的有点拉啥啊兄弟，我要当狗遛了，这不注意危险，我去带线了，还不起来，现在整支援团吧，整支援团吧。我卡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。这个版本你练一手鳄鱼啊，就是在王者五十星以下是半杀的，发起攻击，是很好上分的。这个版本你去练一手鳄鱼，王者五十星以下基本上是乱杀，大鸡仔狗。我方已击败亚龙，集合进攻峡谷先锋。这一波露露给我大招，直接咱们就是全杀，我直接有血手的啊，不怕，给我大，妈的就是干，哎，就是战神，谁也杀不掉啊，谁杀不掉，谁杀不掉，谁没那么好使。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，露露给我大，我死不了。
我的大招加露露大招，他们根本打不动，根本打不动。我而且我还有血手呢，血手都没触发，血手一旦触发的话更高，又弱伤害又高。这还要杀手鳄鱼啊，还要杀手破败鳄鱼咬你一口，你武器也不行的，谁都不行的兄弟，谁都不好使。我们一杯几圈，阿拉斯加这三天。Victory!